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f 这个函数的话满足这个关系式，那么呢，你把这个哈给它带负二的话，那应该等于多少？我就把这个带负二，也就是 x 哈减一是等于负二了哈。那这样的话呢 ，x 就应该多少？就应该是负一嘛。也就是说哈 ，f 呢负二哈。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你把 x 哈带负一，二乘以负一的三次方，减五乘以负一，加五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是负的嘛，就负二，负二哈，加五再加五，这等于八，十减二是八，所以答案是八。